就是白米里的一个不知道什么饭店 town place 还是什么的。Would you like two keys for the reservation? Yes. Do you have a preference for floor? High floor, low floor? High floor is good. Thanks. Absolutely. Have you stayed with us before at the property? No. So we serve complimentary breakfast. It will be 7 a.m. to 10 a.m. here in the lobby tomorrow morning. Our pool is currently closed. Our fitness center is open 24/7. And the patio area in the back with the fire pit grills and the basketball court is open to all guests until 10 p.m. Okay. Bella?三楼是最高的、欸、他说、那个 prefer 哪一个 floor? High floor High floor 是三楼差一楼这太好笑了有问还是蛮贴心的啦出来不错不错对刚才说还有篮球场嗯等一下可以去看看不错走吧、哦、什么都有耶、欸、厨房它就是一个 studio 这样哎、欸，很大哎、欸！我现在走进来了，我有沙发，床很大、欸，床是 king bed， 哦，错哎，很不错哎、欸，真的不愧是 Marriott， 厕所很大，我看看厕所，哦，真的很大，这个空看起来蛮新的，我觉得。还是还有，不知道是新的还是很久。嗯，对啊，不晓得。可是有电磁炉可以煮东西。那就会有副锅子的那些。嗯，可能会有，也是有杯子。杯子盘子。杯子盘子。嗯。碗也有。哇，洗碗机。洗碗机。真的有那个洗碗的地吗？应该没有。垃圾桶在这里。哦，真的有锅子哎，这可以用吗？嗯，各个大小。然后这边就有餐具，哎，所以我们有餐具，不错。哎，真的，我们刚才想说一定要要个口，不然那个牛腩没办法吃。它还要搅拌的东西，这要认真做一个什么烘焙的甜点。但是看起来没洗干净。然后这里有锅子，还有餐巾纸。还有烤吐司机。微波炉。这个是衣柜。对，算蛮大的。哦，还蛮大的。衣柜就简简单单讲了，没有特别弄。蛮好的。不错啊。而且这边可能算比较偏僻，还蛮便宜的，100多。嗯，我们现在出来玩的这个时候，波士顿一个晚上都要超过300块。对啊，而且是最便宜。但也是我们太晚看了。对。可能要早几个礼拜、几个月点这样就。嗯。好，休息一下。好。但没有三分钱。真的耶。有篮球场可以用的那个饭店好像也没有。大哟。它有半个三分线啦，左右两侧没有。对，不错。哦哦，电视可以移耶。不然它床那边不能移。对，我觉得很棒耶。嗯，我觉得很满意。对啊。隔一天吃早餐，感觉就是很经典的，这个是马铃薯什么的，菠菜的。这是因为 COVID 把一个一个面包都变成保鲜膜这样吗？还有一些简单的咖啡，过来有优格、吐司，还有麦片，还有一个吐司。它果酱没有很多可以选的，刚拿了两个他做的熟食。太咸了，太咸了，是不是？有点咸，但是我觉得嗯，马铃薯什么的东西，嗯，觉得好吃一点了。很重，两个都很好。啊？你喜欢喝什么饮料？哎呀，去这个 Bridge Water 的四喜馆。好，跟他的四喜早餐。真的。昨天只有稍微经过一下。对啊，我们就要路过，我们没有停下来看他那边长什么样子，今天就可以去看一下。还是今天去看一下。对呀、啊，住得舒服哎，这里。我觉得睡得很好。Good morning. Morning.
们现在跑到了一个纽泽西的 shopping center， 这边好像蛮受欢迎的，停车场车超多的。看看里面有什么店。好 ，Bridgewater Commons。有一种到101的感觉。那边是 Macy's 啊，我们不用去 Macy's， 我们去旁边看看有什么其他的。味道都有点像101的感觉，就是一个百货公司里面。然后也是这样子，那101好像再稍微漂亮一点，是没错。绕一圈啊，在那里感受一下气氛。逛到玩具房都在，然后再看一些桌游，还有大富翁。后面还有很多多人游戏，还有 Friends 版的大富翁。教父大富翁。这个有像梁朝伟吗？脸好像没有很像，好像变年轻了。这个好像不错，六合一耶。60。你就当这一个游戏10块这样。还有篮球、棒球、足球、橄榄球、飞镖，好像很厉害。冰球好像不错哎。可以耶，还是我们买这个回家玩？超贵。哎，那球要自备吗？应该是里面附。这区比较女生的，就是玩偶。这很像综艺节目里面会玩的游戏。还有神奇宝贝跟哈利波特。哎，有分类帽哎，酷哎。用手指头。用手指头。好像弹，应该很年轻。好像可以，但是它真的会计分吗？好像会哦。哦，它是电子的计分。那也是不便宜，50块。这个50块，我觉得刚刚那个六合一的比较好。权力游戏，哇！他设计一个桌游给那个不一样的那个，你看这是 Stark Targaryen， 然后连他们的地图都有。嗯，蛮酷的。这很贵的事，这个会有点兴趣。可以回去研究。好啊，哪边？我感恩节，我特价。好。走进来一个家用品店。现在的布置都只有一个棕色、橘色，要准备过万圣节的感觉。感觉如果家里是住 house 那种，一个小角落，你就可以坐在那边转来转去。那我可能就想要做一个按摩椅。舒服吗？它有比较深吗？好像没有，好像跟我们家的深度差不多，躺着脚都不用缩起来。这里完全客制化它的大小，扶手，现在可以选皮的颜色在旁边。这边可能很多院子，所以放了一堆你可以选那个灯啊，在院子里面的时候的装饰。它这边的停车格一格都超大的，前后还有这么多位置，可以停拖车了吧？